给你丢吧，丢，两罐。这水箱有够烂的我怎么啦！吸不起来啊？你身上满了吗？只有一罐呢、欸。瓶子还我。有啊。只有一罐了，不是给你两罐？没有啊，我自己在拿哈基，哎、欸，我开到两个郁金香哎、欸。那、啊、就都给我啊！这边也是，这个也是，给你，都给你。还有断线。还有你怎么救了？你断线命！了？能够刚突然安静了一下。难怪突然安静了一下。嗯，哦，哈基，哈基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好，你的屁股，等一下，我的屁股等一下，屁给我股，啊，很漂亮，给我给啊，你，屁股给你我要啊，他的屁股，你要我屁股干嘛？因为你屁股看起来美美的，你好糟糕哦，哇，等下有人在流口水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流口水？你啊？哇，哎、欸，有铁没兴丝趣吗？了，没有要做，我可轰以炸用区，盾牌我有盾牌啦，负三十，负不是，好，没事。哎、欸，羽毛、肌肉都给你们，你们去做。你不要过去，我在找骨头，等一下，小心，哇，这是什么龙族大餐集合？怎么这么多啊？是的，生怪蛋不对，拿了啦，烂。好烂的哦。你生怪蛋在哪？给我啊！Appl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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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le
哦，有衣服啦！还有空白地图。哦，有衣服啦，我擦一下就。有衣服，有裤子。哎，边界是不是来了？边界啊！哎，对，哎，边界要来了啦！哦，白痴哦！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！不要跑，喵！喵！喝水。哎。这好好奇怪哦。好爽哦，听你们叫喵。我以后叫我自己昵称取叫哥哥，每个人叫我哥多爽。要叫帅，我姓帅名叫哥，这样子。要叫帅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捧完了可以走，可以走了。哦。什么捧完了？八点六哇！八点六。怎么了？你在爽什么？好多蜜蜂快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拿到钻石了，有没有人要？有没有人要钻石？几颗？对啊，谁有人谁把那个箱子放在树上？哪里啊？我超空投，我怎么会知道跑到树上来啊？请问有人想要做把钻石剑吗？啊，我忘记捞岩浆了，我下去捞一下岩浆。我另外一罐要喝吗？你可以喝啊喝啊，我这还在做还在做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下去捞了，等一下收的话怕你出不来哦。我应该可以来得及的，怕啊，很快，这么好爽哦，超多！我很快，我很快，我很快。我知道你很快，我不是我哇，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等一下，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知道？这不是只有团团才知道的事吗？我不知道啦，好顺哦！我不知道啦，你好顺哦，顺啊！顺啊！你好顺哦，很顺口就讲了，真的是很顺啦。我捞到了，我捞到，我捞到了，捞到了，顺顺的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快刺人啊！哎，小姐，恐怖！抱歉，抱歉。我们同队伤害自己有点严重啊。我们还在圈内。对啊，我们在圈内。这同队伤害有点重，不要乱种花，不要乱种哎、欸！边界，哎、欸，我出的去不去啊？我就跟你讲啦、啊，我应该来得及的。你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他还没收，我们要收而已。X 还在圈内、欸，没事啊，我们还在圈内，没事没事。这里这里这里。哎、欸，波波，你被边界夹死几次啊？是不是很多次了、啊？一次一次，什么叫做很多次哦？很多车，车、欸，为什么我看酱油的装备是红色的、欸？你要吗？给你啊。他附魔啊。不要。他有附魔、啊。你要吗？我给你啊。我不要。会带水哦，小心哦。啊！不要打他。会死得很惨，你会知道什么叫做不得好、欸。我觉得
这把剑拿给我，给我拿有点浪费，有没有人要啊？锋利吗？哪把剑？锋利啊，锋利一的钻石剑。哼，那我跟你换。不是啊，我也是锋利一啊，我在，我应该看可不可以开到铁身之类的、啊。还要吗？还有人要锋利一吗？我还有啊。哦，有两颗钻石。你铁针要，你有多少铁？我没铁啦，我没铁啦，我没铁啦。四颗种子可以做吗？哎、欸、我有十一个那个什么铁锭给你。力还是锭？锭、哦，我不会做那个，我不会做那个。三个，你们做弓一下，你们记得做弓哦。我有做，应该是弓箭弹哦。没有，没做，没做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没做盾牌，我忘记了。等下应该是弓箭战了哦。哈基，哎、啊，专属于你的箱子。我看如果是坏东西，我就打爆你。不是啊，就是不会啊，一定很高兴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外了哦。哎、欸，还有，哎、欸，我两个金锭吗？那个箱子里有那个金币。有，我找到了。你现在怎么开好多东西啊？一堆箱子。我要做什么忘记了。8.6 这什么是蜜蜂啊，我等一下去放一堆蜜蜂咬人家。对，我开的。箭石记得射，这是回复箭石，治疗箭石，这不能乱射。有追踪，有追踪，我有开到追踪，有开到剧毒。我们差几个铁啊，我看一下能不能，哇，做不了、欸。有铁，我有铁，22个。不会超过22个，3×9=27，27再加，要30个铁哦。哇！你怎么故意放牛出来？你放牛出来干嘛？就箱子翻到的。呜、嗯！叮！啊，我没有经验值。嗯有没有开到的？哎，天哪，太可爱了！来，繁星给我十一等。有没有开到的血鞋啊？有没有酷血鞋？哦，有这个酷。有裤子哦，没有看到血鞋。我来去附魔啦！我要鞋，我要鞋。作者生日蛋糕。我有看到衣服了。我有看到激励，但是没有看到血鞋。哇，还有没有青金石啊？我有，我有，我身上。这个够不够？这够不够？这够不够？你看，我有，怎么这么多啊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是我第一箱开到的。傻眼！啊，我没有木头了。我有两块。走了，。附魔台跟那个挖走，附魔台，品种挖走，品种挖了。金石为什么把这放出来？还可以附魔用的。波波想要我放出来啊。有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，药水有没有拿？药水我拿，拿了。走了。走。酱油你怎么漂浮啊？哎呀，哇！为什么你爆炸、欸？哎，有人召唤你撞飞了头啊？哪里鬼？召唤空头，然后。爆炸了，是爆炸空投啊！然后我被你波及耶，你就这样不见了。哇！吓我一跳！在一起，到我这边，在一起，来，在一起，一起补，一二三，对，补到了，有，你自己，你干嘛？我这谁召唤的空投啊？你招的吧？我没有招空投。这是谁造的？我没有啊，我也没有。我的空投是空包弹哦，我只有造一个。别人造的，然后我这边爆炸吗？我没有造空投哎、欸。嘿，我说按下去说十秒后到达地面，所以那个人爆炸这样子。我空投在手上。我还特意因为看到边姐来，我特意不造哎、欸。没有啊，是我，你怎么喊我？委屈 QQ， 真的 QQ。不关我的事、啊，谁的？耐久。然后你上去问谁的？他们刚刚招一系列的啊，也不知道谁是谁啊。哇，没事啦。我要 game， 没关系，这样子人数平衡，而且我们还有天眼兵，赞啦、啊。
没事啊，刚刚就差点都灭光了啦，还好有哈基的水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也是被波及，满头问号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没做药水，我现在我们当然是惨到爆了。我们对，我们真的有被毒的、啊。我是满头问号的死掉、哦。我先去看一下他们。好。欸、怎么又是炼金药水啊？这个是还要吗？团团他们已经团团巧克力是有。哎、欸，来上弓箭，上弓箭，上弓箭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团团巧克力是有钻石脚脚的。钻脚？在干什么？那么乱钻射！我来丢一个空投啊，我看一下。我们 B 站了，让我们打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战斗。可以啊。好。哎、欸，小心后面空投啊！你们远一点、啊。我们这边是完全区外。没事，等一下就是绕到蓝队的后面绕过去。他们没有钻石、欸。轰炸区。100到100，我们不在，不在我们这。还是刚那个是轰炸区了。他们没有钻石，但是也有酿药水。他们有酿药水。啊。小心啊！我叫个空投。还是这里都是那个怎么叫？我叫这里好了。你在空白的地方，空投小心哦、喔！啊，不来一些怪怪的东西。啊，又是铁熊血，有没有等级？谁还有等级？我无等，我没等，我自己还没付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我自己还没付。先看看最强的。哎、欸，同都很近哦、喔，都很近了，都很近了。反正也在哇，我们被包哎、欸，哇，有点惨。啊、啊！不然等一下就是逃的时候，往红跟蓝的正中间逃到这边去。去好，走吧。等一下啦，你现在还没有打。你是不是很想冲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人要剑啊？什么追击之剑啊？红、啊，我要。啊，给你跟追击剧毒换。红队要蓝队射了一箭的。他们在打的是，射了一箭啦，射中了杰克。哎呦，哎呦，他们在对射了啦，对。哦，他们有那个、欸。打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打起来了。偷射红队。你们往后退，但是小心边界。这里不太对，这里有，我觉得我们绕过去。加油！我绕过去这边了。加油！来了。干嘛？哎、欸，牛面人这边。你小心啊！你们小心啊！他们在高处哦，我哈基总一个人走过去了。我就说我要走了，没有人跟我走，就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走。我们在跟你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欸、我在绕圈，小心小心啊！后面三个，他们难弩哎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边界。慢慢推吧。中了。有人中毒了，欸、我不知道是谁。哎、欸，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。哎、欸，过来了。他破盾。来，再一个。啊！我怎么丢不出去？哦。啊！药水都丢不出去。啊！哇！团团的剑好强。对啊，团团剑好强。他是金斧啦，哦，他是啊，对，我们几个被团团打死啊，被高级啊，你的，哦，对啊，看来要结束了，胜利属于团团哦，我团的那个斧头，好扯哦，好凶哦，超快就结束了，哇，对啊，凶巴巴北北团团，啊，怎么有点外丢不到药水 ，QQ。我是冰界雅士。我重开一下游戏，有点卡。啊，我是被冰界雅士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大富豪哎、欸，我们两个是大富豪哎、欸，上去吧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在这边的，没事。我们本来就在这里。跳掉了。哪里？
团团，你那个斧头怎么这么痛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有力量二啦，力量药水，对，哦，难怪。然后我那个斧头又是金斧锋利二这样，好重，好锋利啊，夸张。难怪团团你凶巴巴北北。金斧头本身伤害是低的，对吧？而且对吧？你们射那个中毒过来啊，然后我们有分配，我们喵他是治疗师，他带你治疗剑士。我一个中毒，快射我，快点射我，快点射我，轻一点，不要太大力。好 M 哦！这场 MVP 真的是的，为什么是允月？因为允月酿力量二啊，还有一堆治疗药水。我这边一直在扣血，我一直在酿药水，一堆西瓜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队的血一开始都很长，你们有看到吧？有人在玩河豚啊，你没有拿到那个吗？有没有装逼过？没有哎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疯狂拿到一堆酿药水。我们这边有那个 bonus 在，我是一堆酿药水的。那有人拿到弓吗？没有，都见到。可是看，因为我们拿到那个弩算不错喽。他们也有啊。谁？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。我们有一个快速贯穿弩。哦，爽哦！我的那个空投到底是谁放的啦？哎，我一定要讲，他刚刚被空投炸死，然后就很生气大喊酱油！表的就是酱油。哎，这已经有心结了啦。结起来是被大家带坏，是每个都是我的兵，就是呀，我一个倒酱油，他不是这样卡，是这样哦，加油，是怎样？崩溃有没有？崩溃的那种。我等一下多了什么？我跟班长波吉耶，啊，加油，你的无辜。我跟凡心还被波吉耶，这不应该是你啊？不是我啦，因为我刚刚那是谁？那是谁？不是我，不是，就是你。我不管啦，我好委屈，好委屈。我重进一下 DC 的，好，不行。对，好，波波都欺负他，巨大化呀。对啊，没有欺负，我怎么欺负人呢？有道理。波波，你不是都表面上说没有没有欺负你啊？私底下说啊，弄死他了，弄死他了。哇，把他干掉就废掉了。巧克力，你还是怎样？看，没有没有，波波私底下都很好啊，波波真的很好，所以波波那个不要骂我了，好边讲，然后边瞄旁边那个人。天哪！我的那个照片脸删掉了吗？默默，什么照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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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他都逼着我看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波波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要给我们每个人一份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就都是那个酱油的丑照了。没关系，衣服我可以提供哦，萝莉塔什么的我都可以提供哦。哇哦！好，我这边应有尽有哦，什么都有。你可以提供给洋洋吗？给团团好了，没有我不行。团团可以的，团团现在有没有？杰克啦，杰克比较适合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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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基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哈基哈基最适合了。他说干我。音乐啦，好。冷静，为什么扯到这里？你们的三，你们的战争要扯到这里啦？不用争，冷静，全都要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下这个微快速场，好不好？开场，开场一队有一个。一组的空投箱，哎呦，所以就一个人16个，不要争，不要抢，可以啦。那如果是5个人一队的话，就自己去争，自己去抢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把最后第5个人杀掉，那就一个人都有16个啦。我是不介意，我是不介意，不用5个人一队啦。他10分钟后才说，但是说是1分钟，是说超快的那种的哦。巧克力，这个，你确定要加的吗？这个？好，你什么？这来，怎么了？这个是你加的，不是我加的。这个我没加，这个。
什么东西？那什么？这个是你只要有经验经验值经验球一出来的话，马上加原力召唤那个石头，它会一直往上跑，一直往上跑。好，示范给你看。再说一次，会有经验球会怎样？会变石头。有，会变石头。会变石头。要吗？可以啊。可是刚刚有开到经验值吗？没有啊，不是要开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死掉也会有。哦，有哎。我是刚看到这个，赶快紧急多补两个，就是大家时间内会消失啊，不然它会一直往上涨，恐怖。这该消失啊，不然这才它有让它停止的意思。没有，没有人吸它就一直往上涨。我会设定它会自杀，对我有设定。这好像杰克的豌豆。我们现在都在看着哦。不要去吸哦，不要去吸哦，不要去吸哦，不要去吸。哦，不见了，自杀自杀，不见了不见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经验球会长高，哇！好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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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卡！没有掉下去了，会吗？有点什么好卡？好卡什么？巨大化世界吧？然后那个啊，你那个数据机要重开啊，那个 AD 还是那个停止调电快电脑重灌了、啊。300呢？600好像比较久，600比较久啊？它是每21秒啦，24秒。哦，所以可以丢经验瓶到敌人身上，让他窒息，是不是？哇塞！没有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啊。经验瓶啊，发现经验瓶很可怕哦。有没有想买经验瓶啊？怕爆！可是有可能被吸走啊。对啊，会被吸走啊。哇，圆圆，你真的好可怕哦！好可怕哦！再一次。那狂丢嘞，会不会？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就四个人啦，四个人就好了啦。没有啊，四个人就好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珍惜，会争吵啊。没有啦，你要珍惜现在哦。珍惜现在，之后就不是你了，以后就没有了，以后就没了。我跟你讲，以后你都变成好了，都有开同门商贩啊，哎，争吵啊，以后你就跟酱油一样了哦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五个人，那个空投就自己去分喽。好，这么巧。讲，哎，我又不用动了吗？你要动啊！我要动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我们这边中出了一个间谍，对，间谍你要下去了吗？我要下去，我要去哪里？对，哎呀。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，20颗星星，呀呀呀！哎呦，感谢真奇的10颗星星，开始咯！跳跳跳，快跳快跳快跳，不要跳，快跳先跳！某人头上出现金装，我们头上有金装哦！等下再挖上去，等下再挖上去，是我们啊？没有，我们的头上、啊，等一下。我跳到太底下，我跳到旁边的河里了。好，空投箱出来了，空投箱出来了。还好我上的。给杰瑞，我看到杰瑞了。有人招出高级空投。杰瑞就在我们那个那一头这要怎么讲这个方位的？等下这会不会卡在树上？卡在树上。就我们在同一个位置，你应该可以看到他们丢鸡吧？他们在那一块那边。那边好，